你好，你好。提到 C 国家，粉丝们想看的就是捕鱼了啊。不过这段时间又不是雨季，国内的那段时间经常下雨，现在又不下了。不过啊，昨天去看了，还是可以放网的。今天飞起，不会飞起。做一下准备工作，我们今天去撒几网，然后再下两副网啊。这是小 C 国家最小的那个，上次回国前第八个女儿，把我们这个捕鱼桶还要洗干净一下啊，多装一点鱼货。这个手抛网还没用几次，就是最新在季总那里买的，然后挂网也还没整理，我们现在拿到河边去先撒一点，再放两副网。它河边还有两副的，上次抓了鱼没有拿回来。市里面今天是下了雨的，但是这边没有下。现在五点多，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天也黑了，我们现在去下差不多，不过稍微有一点点紧。走，熟悉的地方，熟悉的场景啊，看一下这里多少鱼，随便动一下，一群一群的。我们用那个飞盘网在这里撒几网，保证一网一二十、二三十条，就看大小有没有大的了。这个水确实看一下还是有点脏了啊，前面那里也有。啊，这里多数应该是肯尼亚的那些货柜车拉过来的。看一下下面的鱼，哇，什么概念？看一下啊，看这个趋势，你撒好了又往下去多少条？返回非洲第一网，你看鱼也跑到那个位置了啊！大家猜一下能有多少？等下拉上来，估计少数都是二三十条，就看有没有大一点的。小的倒是一窝一窝的，应该有一大的，拉上来就知道了。看一下，哈哈哈，也有大的哦，看上面那一个，哈，提上来 ，bring here， here， 哈哈，给他展现一下这多少条，不过水比较脏啊，来理一下吧。观众来了，哈哈，围过来几个人了。你说像这里多撒几网能抓多少？就是个头有点小，抓大鱼还得下网抓那种鲶鱼，所以说这里要靠雨季涨水了，然后鱼也多也干净一点，这样的状态水势差一点啊。再来第二网啊，都不用下水的，这一会儿，嘿嘿，这个飞盘网现在撒的还是稍微有那个款式了吧，前面就是深水了，那里玩一点小鱼就够了，小鱼的话随时过来都有，那里很多。这边就是大一点的罗非或者是那个鲶鱼，等一下我们撒几网就去开始下网了。看一下这里怎么样了啊，情况太小了，面积。这会儿里面应该有什么工程，好多工程车，灰大得很啊！看一下，全是灰，哇！离岸边远的就要考点技术了，撒不好的话，因为水深，基本上网不到鱼的。刚刚撒了几网，就一个大罗非。争取抓一条大鲶鱼，这个条酝酿一下。嘿 ，OK， 一串。看一下怎样？哎，还行。看能不能网到一条鲶鱼之类的啊。拉上来光光的，小鱼还是要那个地方才行。
我们准备还是下网吧。又来车了，你看，没水的话，这些垃圾全部挡到这里了。有水的话，可以到这个位置。所以说，涨水不涨水，下雨不下雨，影响很大的。哈哈，挂底了，本来说撒最后一网，不过他说看到一条鱼了。今天才去按摩了一下，桑拿了一下，又下这个脏水里面去。哈，有一条小的 small 啊，能抓一条大鱼拉不上来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全是垃圾，你看这下面，所以说这个网也不好撒。哈，鱼倒不少，全是一些小的。不过之前在这里能网的那种差不多七八两的那种罗非还是能网到的，但是就比较少了。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来这里网鱼，里面的大鱼应该还是有的。上次他说他网了一满满一桶，卖都卖了10万，估计至少是20条以上的那种鲢鱼。抛网没有，就下这个挂网吧。理了一下，直接拖过去。主要是不涨水的话，河里面垃圾也太多了，这样直接放下去好一点。好期待一网上个10来条的那种情况。不过像这种水的话基本上也不太可能，有个3-5条就算很好的了。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做，社谷家对这些还是比较在行的啊。下次跟他拉着他一起去维多利亚湖钓鲈鱼，上几条大后估计他也更兴奋。之前不是买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地笼吗，建功不少的，结果社会家说之前发大水放在那里被水冲走了，找不到了，有点可惜啊。他之前叫我多发一点那个大地笼，不过不好发，就暂时没有去做那个事情。哈，临走之前跑到这里再撒一网，他说这些鱼回来了，还有最后一副网准备放这里吧，这里鱼多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有一条看起来像样一点的，也有好几条大一点的，看一下吧。之前这里都是保护的节奏的，因为在这个桥洞边上，不知道今天下在这里，明天来看效果会怎样了啊。这个家要急着回去，给了一点钱，本来说在这里吃点好吃的啊。今天外面跑的也比较久，有点累了啊，自己拿了一瓶啤酒来喝一下。这几次都没痛风，抱个侥幸心理吧。这里是牛肉，想不到就这么一点啊，加了一点土豆，12000，差不多20。啤酒7-8块吧，好像，所以说这个物价不便宜的啊。这条河的话，承载了太多的回忆了，也给社谷家创收了不少。只是不是雨季的话，水没那么充足的话，下网捕鱼就不容易有那么好的收获。也是隔了很久了，今天下网的话，水谈不上好，但是也下了3副网。也是在之前有鱼最多的地方，希望隔了这么久，明天的话有个好收获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，喜欢的点击关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你去看非洲，好久没有捕鱼了，昨天下了几张网，今天跟 C 哥一大早过来看一下有没有鱼货。希望像之前一样啊，来个爆户的节奏。这里有个早上的小摊点，本来想吃点东西，
这个没有牛奶，只有他们当地的这个茶，然后又没有鸡蛋，只有这个木薯条。Only this one. Only this. No egg. What is special? No egg. 现场子。嗨。两个人在这里早餐摊点吧，这里边上这些上班估计在吃早餐的。拜拜。拜拜。看样子这个网没啥鱼货啊，以前这里是爆网的节奏，先把它拉起来了，估计都不用下水了。早上还是有点凉快啊，今天早上下了一点雨，但是不大，路面至少湿了。看一下，没看到鱼。今天天气不错啊，那边的话估计有地方会下大雨的，早上这里就下了一点。这里昨天下了吗？好像也是风平浪静的，没有啥动静啊。一般刮了大雨了，看得到在那里增长，前面还有一幅，也没看见多少。看这里这一条这个吧，拦了一排垃圾，有鱼的话肯定有动静的，不过这个网的话看是不是要更新一下了。拉上来看了一下，也是挂了一点垃圾。水果家背上面的是张家口银行邯郸分行，又是这边的二手衣服吧，准备下去把网收一下，看这头上有没有鱼，没有的话就是坐实空军了。确实是没有了，整理一下吧，或者把前面的就收一下。现在的话也有差不多十好几度，不算太冷。这个要说还是把网放这里，把这些垃圾理一下，看晚上或者明天他再来取一下，最好是再下一点雨，水涨一下，这雨就会出来了。看样子今天市区应该也会下雨。这次的兆头不好，第一次来下网就搞了个空军呢。这就是水果家之前的拿蚯蚓钓的，不过比较小，不像每次水果家去搞那种大蚯蚓，一尺来长。搞这个鱼钩应该是放这里的吧，不过这个就比较少了，下次叫水果家去下鱼钩。不过前面的话看这个河道基本上全部长成草了，上次还买了几百颗，大小规格不一的，反正放这里就不管它，隔一段时间过来看一下，所以说要鱼钩多才行。 How many hook you have? You want to put hook? How many? One. Only one? 还一根一根的放啊，这里就两三根了。那个应该也是下鱼钩的，钓了一条那个飞鱼，塑料袋里面，下次要保护一下才行啊。回来吃点早餐吧，现在还早，还不到九点。热牛奶，当地的这种，然后这个面包。我在这里住的话就免费，不过要单点的话估计要六七千，十几块钱。叫水果家吃，水果家说太贵了，他说给他钱他去买点多一点吃给家里面的人，所以说还是比较省的。这个家回去也要把衣服换一下，然后跟家里面买点早餐回去。今天准备回市里去，不是有那个几个国家参加的那个展会吗？到时候去逛一逛，给大家拍一下。房子的事情也告一段落，这两天就把它租下来搬进去了。好了，第一次捕鱼啊，空军结束，期待后面更精彩啊！喜欢的点击关注。